现在你听我声音根本就不行。粉丝六百几万，600万，我知道600万。大衣哥出名，大衣哥火是一夜成名，当时他是在那个央视上，我忘是哪台了，直接他上电视了吧，上央视了吧，上央视之后回来就火了吧。他当时打油桶嘛，打油桶火了。星光大道不是星光大道，还有什么时候指甲油？过一段吧，过一段指甲油。现在暂时先走不了。我这上有没有膜？应该是没有膜。应该是没有膜，我走。你去搞个探险刺激视频，弄不了，不一定能火。哎，说走就走，今晚就出发。我上哪儿说走就走，大哥，你们看热闹不怕事儿大，上来就让我说走就走。车点啥行？我这路灯咋不亮了？我看把这灯闭了，那路灯亮不亮？正常应该路灯应该亮啊，路灯好像坏了。看看你的维修铺没有？外边几度？10度左右吧。我路灯好坏了，每天路灯都亮了，今天咋不亮了？我这门灯也闭了，是不应该灯亮它那灭。完了，路灯坏了。头两天亮了，他咋突然之间就坏了呢？不亮了。每回正常应该它应该亮啊，是进水了还是啥的呢？石头还好，不太冷。去探险吗？不去。明天开始修车。你家葫芦什么时候搞掉的？下霜之后搞掉的。下霜了，然后就把它弄掉了。电筒放哪儿呢？